大家好，所以今天由于我有学校的考试，所以我们会有 online session，所以上个星期我们有一起做这个police 的 paper two，所以我们现在来，我们上个星期是讨论到第四题，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第五题跟第六题的做法。喂，是第五题，他叫你做，就是你要记住这个确去你的诊断案里面，然后你要把这个诊断案的特别单选移去你的 ledger。从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题目，就是在一诊的时候，他们的必了。选个 unit share 表示，然后每一个 unit 是1块钱。然后过后它的target 不同就是还有什么难安全，是在June 20结束的。那总共收到的是100圈，100万，就是它多了200圈，或者是20万。所以你要怎样记录去你的这个人的案里面，还有你要怎样记录去你的 ledger 里面？OK，所以通常这个比方说我们会用的 account 有3种，第一个是 account permanent share 表示，或者是 share permanent，所以这里是 share 表示。第二个是account bank，然后还有第三个是 account 的 share，所以就你们要把它记录去 journal 里面，从这个里去 ledger 里面。然后这个第五题的话，它是你们放包。Word 的题目来的就是首先要你算的是你的 model 是多少，然后你要做什么来考难。所以这个在南非人系就是的上面还有给要什么来考难的假的。所以首先你要这样算出它的 model，就是你要把你的 asset 减你的 liability。就是你的全部 asset 加起来，扣完你的全部，你就可以算出你的 model 的 amount 是多少了。过后这些五十三个就是你要把它们摆好呢。所以首先你就把这些每一个名字放进你的把它们摆好呢的那个加段里面。过后我们来看这些五十三个。第一个不两百两，所以你的不两百两个，所以你的百两个 inventory 会增加3800，你的 account balance 会增加3800，因为不两是它的赔率。如果我们的 last 看开机不能白呀，300块，所以你的开机不能白呀，减300，你。也是减300，就是你还钱。然后第三，bungalow 跟 check 3360，kepada pembekal，然后 menerima discount 10。所以你的这个tunai debit 减3360。然后过后你的运动费那边加140，然后过后。你的account balance 这里你就要减3500，就是3600加140，罗马不是 account balance 1450，是把该不当拉布。我们来看它有运动不是的 column 没有？OK，运动不是的 column。所以你的这个活动拉布和你的 account balance 要减1450，同时减1450。
然后，如果假设还没有 window mercy 的 column 的话，你们就要放去你的equity family 里面。OK，不过通常这些地方都有这个 window mercy 的 column 了。然后第五题，memasukkan tunai ke dalam bank dengan sebagai modal tambahan sehingga modal RM6,000 dan tunai di bank RM6,000. Ambil komputer nilai RM10 daripada penjabat untuk kegunaan anaknya. Okay, sehingga alatan dia kau RM10. Dan kalau kau ambilan, dia ambilan dia kau RM10. Kau ambilan dia modal dari dia kau RM10. Oh, 你就算，OK，那我们来看第六题。第六题 A 还有这些什么题啦？就是你来发了单题啦，把你的题不给就，好的，不就好了？OK，其他的这些什么题啦，大概就不给就是给1,200的名额，算它的 cost 580，也没是多少，就是你要先去那一个。这是 cost per over，然后你要算出它的 cost per over per unit，然后过后你就可以算出你的 margin per over per unit。哎，你的 margin per over per unit 是你拿你的 argo 加兰减你的 cost per over per unit。哎，接下来它叫你算你的布兰莫加 cost per over 减你的减你的 margin per over。Okay，那你就可以算出你的 table 的 model 在 unit，然后还叫你拉个杠 table 的 model，哎，所以这里还叫你拉个杠，所以就是你只是大概画那个 graph 出来就可以了，就也不需要你不需要用 graph paper 来画那个 graph。Okay。然后第三，我们三个中央或者是各种方法的答案有多少？1,500，所以你就要算，如果1,500块的1,500个 unit，它到底是稳动或者是不低？所以你可以做的就是你拿1,500乘以它的 margin per month 减它的 cost。OK，然后如果多少人，然后你要得到稳动5,000。多少人做？哎，所以你拿 cost 多少人除以 margin 就还有 money。OK，然后第六题 B 的，他叫你做的是多少户参加库，都是是你来的款，还要不得不上个加班，还要交这个东西。哎，所以这个的话应该是你们。Form 4发了版的题目来的，OK，所以首先你要算出你的偏差是多少，OK，然后你要算你的实时来的分布，哦，不算了，加班它到底是稳动或者是 Ruby，那你就把你的偏差实时来稳动或者是 Ruby 都不算，全部放进你的 Form 和 Ruby 里面。Okay,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第五个第六题。所以下一个 video 我会跟你们讨论这两题的答案。